这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日夜，是我对你说不尽的思念，你的温柔与我无限的眷恋。今天雪下得很大，车子完全被雪覆盖住了。我有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心愿，穿越人海未见你一面，世界纷繁与我经不起了。今天给朋友们分享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这个从此以后就不是我们的了。就是昨天的话我们还是出去转房子，准备慢慢的然后挑选房子租房子，没想到就是看上我们房子的朋友也是一个非常爽快的人，今天就把房子给定下来了。今天下午我们直接去房管局过户给人家，然后房子就不是我们的了，然后我们就得赶紧的搬出去。真的，我心里就是那种空落落的感觉。我依然记得3年前我们去拿到房产证的那一刻，非常喜悦的那种心情，就一下子要搬走了，反而觉得就是像我们在这入住的话真的是很方便的，直接开车就开到我们楼下，从老家带点菜什么的都是挺方便的。物业费也便宜，一年300，物业费也便宜。然后反正就是那种比较伤感的人说不上来的那种感觉。消失不见，这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日夜，是我对说不尽的思念，你的温柔与我无限的眷恋，哪怕岁月容颜已经改变。我有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心愿，穿越人海未见。办证挺快的，一个小时差不多就办完了。时间不用一个小时。哦，对，八个多小时。这路费多跑了些窗口，下下再分享些东西。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心愿，穿越人海未见你一面，世界纷繁与我。